反律反境，他会知觉，他会分别，就是第六意识，完全是第六意识的作用了，当然第六意识是依第七，第七依第八，根本在第八欧拉也是。那么现在能够发生这个贪嗔痴等等的功用的作用啊，完全是在第六意识。现在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贪嗔痴等这些烦恼啊，我们为了要求证声闻皆位的圣果，必定要叫他仔细下来，贪嗔痴等烦恼啊，要他仔细下来，要仔细这些贪嗔痴的烦恼，就要靠这五种方法啊，才能使烦恼仔细，所以叫做五停心。本来有个观字就修观，下面五种方法呀都是要修观的，要用心去做观的，不用心去做观呢，没有办法对治烦恼的。所以第一，如果贪心特别重的人，就教他要修这个不净观。所以第一，五停心的第一，多贪众生不净观。因为众生的烦恼贪嗔痴是根本了，所谓三毒。但是这个贪嗔痴烦恼啊，也有偏重的地方。有人这三种根本烦恼当中啊，贪心特别重啊，那就叫做多贪啊。有人是嗔恨心特别重，那叫做多嗔。有人愚痴心特别重，这个愚痴不是无知啊，不是白痴啊，这个愚痴就是邪知邪见，不信因果，不悟因果，直断直肠啊，那么有种种的执着，我执法执，这通通都是愚痴，这是人人都有的。但是如果这个邪见特别强的，愚痴心特别重的，这个叫做多痴。另外有等分的，贪嗔痴都差不多，通通都是半斤八两啊，那么那是叫做贪嗔痴多一样，一样多，等分烦恼，所以叫做四心流动啊。前面讲的四心流动，就多贪、多嗔、多痴，贪嗔痴差不多，差不多，那就是等分，叫做四心流动。现在这是对这个多贪、多嗔、多痴的众生啊，要先下功夫对治啊。第一就先讲这个多贪，多贪众生就得修不净观。不过众生所贪的，总不出五欲、五尘境，眼贪色，耳贪声，鼻子贪香，舌头贪味道，身体贪接触啊，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是众生所贪的境界。那么，平常讲总不出这个财、色、名、食、睡这五样东西。叫做五欲，五欲众生所期望所要得到的五种的欲望啊。那么在这些贪当中啊，看哪一种贪特别重，就得先下对治。贪财吗？贪色吗？或者是贪吃贪睡吗？看哪一种贪特别重，要先对治。不过现在通途讲对治这个贪心啊，都是越色啊，越色类讲的，主要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本呐，所谓这个异性彼此之间的互相吸引的那一种烦恼讲啊。所以现在这里说多贪众生不净观，贪欲心重的众生要先修不净观啊。这个不净观呢，前面讲四念处的时候也讲到不净观，那是完全对自己本身讲的，对自己本身讲那么修五种不净观。现在这里的多贪这是对外境讲，对外境，对他境而讲，对外境生贪呢，那就得修九种这个观想，叫做九想观，九想观。今天印给各位的这个单张的这个参考资料啊，在这里就是九想观，
下文所说到的八背蛇、八肾畜啊，因为这些名相啊，有些同音字会搞不清楚，尤其我的国语呀、啊、是在大陆边学来的，不标准的，没有标准呢、啊。啊，既然不标准呢、啊，有的时候我会用客家话翻成国语的。那么，如果偶然有一两个字用客家话翻成国语啊，那你这个从小就读波婆摩佛的，听起来就会有点困难了。因此之故啊，有些参考资料，我不能不供给各位。但是如果要写呀、啊，实在很麻烦。现在我的眼睛写字很不方便。自从这个开刀换上这个人造水晶之后啊，他就不大听话，写字啊不听话，因为这个下笔的时候他往往会看成两画，因此之故我现在好的是自己有个影印机啊、比较方便了。那么像这类的问题啊，如果需要供给诸位的这个参考资料，我只好把它影印下来，剪贴好再去影印，花的功夫就比较多了。所以有些地方你如果发现那个歪歪倒倒的不大正确的哈，是有歪的或者距离比较远的，那都是经过我剪贴的。所以这个眼睛啊如果不好啊，要做这个文字工作是很困难的。这闲话少说了啊，现在就讲这个多贪众生修不净观了。这里讲的不净观就是要修九想观，这个九想观是对别人说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修观的人他对外有他所贪爱的对象啊、异性之间有他所贪爱的对象，那么就要修这九想观。这个九种想法呀是先把人想死掉了啊、把这个对方这个人想他已经死掉了，死掉之后按照这个九个步骤啊才去修观，观他死了之后的情况啊、很可怕哦。哦，你看起来会害怕，晚上做噩梦，哎，不要怕他。如果真正要修行的人，都要在重间坐，就是王阿波宾呀，哦，在王阿波宾呀底下坐，哦，在那里修行，修无常观，修不净观，那最容易了。现在没有了，现在看不到这些东西，在印度那些林状啊、野状，那是很容易的。那个参考资料你自己看。你即现在听的时候啊，只要查出那个一二三四的数目字的那个名相就可以了，一二三四的数目字的名相就可以，我不会完全照那个文字解释。他这个九想观，先把这个九想观念出来啊，你自己看看那个资料啊、第一啊，膨胀就是死掉了，胀起来发胀了，人死掉大概有一个星期之后啊，全身就有胀起来了。第二轻瘀就是恶青了，哦，一段一段的发黑了，发紫了，就是里面已经在烂了，内脏肉啊、已经都在烂了，就是皮面上看到了都是恶青了，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都是青瘀那种情况了。第三呢是坏想，就是这个皮呀、已经破裂了，哦，里面烂得严重了，皮也破了，就是坏掉了，就是烂开了。第四，血土慢祥，就是已经烂了嘛，里面的脓啊、血啊，那个烂掉的那个脏东西都流出来了，血土慢祥。第五，脓烂祥，里面这个脓水呀、烂的东西，那降的很可怕的东西呀、通通都流出来了，啊、那很可怕了。第六，虫痰祥。就是那些流出来的脓水等等那个烂的东西啊，那个脏的有些虫啊、蛀虫啊，它就去吃它了，就吃那些脏东西了啊。第七善想，想这个全身都已经脓烂了、坏掉了，都已经肉啊、皮呀、筋骨呀，通整个都烂掉了，都是散啊、分散了啊、看那个死尸已经烂掉之后被虫咬、虫吃，还有其他的这个动物啊都来吃它，禽类、兽类都会来吃它，那么就把这个肉啊、血呀、那些都吃掉了，只剩下一些白骨。所以第八就是骨想，剩下骨头了
那些肉蟹等等啊都被动物吃掉了，只剩下白骨了。所以第八就是做骨匣。第九烧匣，就如果这个骨头用火一烧没了，就变成灰了。那么一个人呢、最后就是火一烧连骨头都没了，就变成火灰了。那么这就是九响观啊。这九种想法呀，就是对治每一个人如果有这种的贪爱的情况的话，就可以修这九想观。这九想观就可以对治对这个所有的贪着的人呢、升起这种的假想，升起这种的假想来对治他，就能够消除他的这个假想啊、那么消除他的这个贪爱啊、这是一种对治贪欲的一种方法。所以多贪众生不净观，修这九想观呢、来对治这个所贪的境界，这叫做多贪众生不净观。那么这个不净观啊、以九想来对治，怎么样子对治法？还有这个不净观跟四念处的不净观有什么不同？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回。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微风轻拂河堤两旁的芦苇，涓涓细流缓缓流过。坐落于屏东县盐埔乡的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隶属于海涛法师置业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共收养了856只狗儿。一踏入园区，映入眼帘即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心生欢喜地跳上跳下，尾巴也随之摇摆，似乎在与来者热情地打招呼。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盐埔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也很喜爱亲近人类，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受到伤害的狗儿们，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佛陀说，众生平等，应慈悲相待，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期望在天地有情人间有爱的世道下，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免于遭受生命威胁，能够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打造毛孩们快乐又温暖的家园，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照顾狗狗们，视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永续经营屏东盐埔护生狗园。台湾救狗协会诚挚地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能在屏东盐埔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希冀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护持话拨账号5001-6766 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新逢准提菩萨圣诞，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若有四众受持此咒，满90万遍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悉皆灭除无余，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所有字句随意充足，速得成就无上菩提，修持准提法，蒙诸佛庇佑，光明广遍照，灭罪增福慧。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供大众填写。新逢释迦牟尼佛佛诞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兆倍。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恭送玉佛功德经、金刚经暨佛前大供，恭请广护法师领众。日期5月19日星期三上午9点恭送玉佛功德经暨佛前大供，下午2点恭送金刚经，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狗医生柯达。柯达是一只可爱的狗狗，它和主人波比一起快乐地生活在一个农场里，波比的亲人都不住在这里。对于波比来说，柯达就是他的亲人。还是柯达最了解我，知道我早晨起来喜欢先看一看早报。奇怪，这么早怎么就有人来了呢？会是谁呢？哈利，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还没吃早餐吧？走，一起进屋吃点吧，填填肚子才不会饿的。哦，好的，波比，谢谢你。哈利，你这么早来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啊？我是了解你的，如果没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是不会这么急匆匆的亲自跑来的。波比，
你在这里真的一位亲人也没有吗？啊，有啊，柯达就是我的亲人。波比，我可没跟你开玩笑，说真的，在这里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亲人呢？哈利，我没有开玩笑，在这里我有许多非常好的朋友，你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亲人只有柯达，他每天都会像照顾亲人一样照顾我，他把我当成了他的亲人，我自然也把他当作亲人。波比，我知道你和柯达的情感就像亲人一样，但是你明白我所说的亲人的意思。告诉我，这里有没有你的亲人呢？如果没有的话，那怎么才能联系到你的亲人？哈利，我俩认识那么多年了，我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有什么事情就直接和我说好了，不必再去寻找我的亲人了。如果我有亲人的话，也不会独自一个人来这里生活。快，不用担心的，直接跟我说病情，我可以承受的。哈利，你说吧，是不是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怎么样，我究竟得了什么病？没错，波比，你的体检报告单出来了，但情况有些不太乐观，我担心我说了你会承受不住的。放心，直说吧，究竟是什么病？癌症。我知道了，走吧，柯达，我们出去散散步。虽然波比经过了各种治疗，但癌细胞还是很快扩散到了他全身，波比只能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生命中剩下的时间了。哈利，我的时间不多了，你能把柯达带来吗？我有话想要对他说。好的，我这就去把柯达带来。柯达，你最近怎么一直都不开心啊？我的主人生病了，他病得好严重哦。柯达，你不必太伤心了，医生会帮你主人把病治好的。过去主人想要看报纸的时候，我会帮他把报纸拿过去，主人回家的时候，我会帮他取来拖鞋，可是现在主人病了，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一点忙也帮不上。柯达，跟我走吧，波比想你了。波比说的没错，柯达的确是他的亲人。哈利，我离开这个世界后，请你一定要将柯达送到动物收容所。啊，波比，我们这些朋友会帮你照顾柯达的，干嘛要将他送到收容所呢？我太了解柯达了，没有我他会非常伤心的，我想你没有办法能让他从悲伤中走出来，而收容所里的工作人员对待这样的狗狗却是很有经验和办法的。好的，波比，我答应你。柯达，你一定要开开心心地继续生活呀。波比离开人世后，柯达便被送到了动物收容所，在那里工作人员的细心照顾让柯达很快便从失去主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而且他还被动物基金会选为医疗服务犬的候选狗。柯达好棒哦，你们可真厉害，这么快便让柯达从悲伤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而且还将其训练成了一只医疗服务犬。其实柯达的个性很好，能够给人带来舒服的感觉，并且他还有旺盛的精力去服务人们。或许从波比生病的那一天起，柯达就想成为一只医疗服务犬，来服务主人吧。有可能，柯达非常聪明，而且他也很喜欢这个工作。
这些训练任务都可以完美完成的。他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疗服务犬的。经过一年的训练后，柯达已经成功地成为一只医疗服务犬了。他现在也正在等待着需要他的主人出现。你得的正是多发性硬化症，这种病从外表看起来很健康，但只要遇到紧张的事或者受到刺激就会复发，所以这种病也是一种隐形的病症。医生，我得这种病已经有段时间了，这种病究竟能不能治愈呢？要想完全治愈的话是不可能的，现在要做的只有控制病情，不让其复发了。可是怎么样才能控制住病情啊？是啊，要想控制住病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要坚持服用药物，一方面还要保持心情愉快。得到这样的病还要保持心情愉快，这好像很困难啊。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关于这个病的纪录片，那个纪录片的主人就是在一只医疗服务犬的服务下成功控制住病情的。对，这个纪录片我好像也看过，或许医疗服务犬真的可以控制住你的病情。对呀，我也可以试一下呀。如果你真有意领养一只医疗服务犬的话，我可以帮你。是吗？那真的非常谢谢你的。柯达，真是一只懂事的狗狗啊。啊，你看他俩好像蛮投缘的。是啊，看来他们彼此都很认可对方啊。啊，这真是缘分啊，多么奇妙的缘分啊。柯达来到安娜家后，和她相处得非常融洽，每天都会尽职尽责地跟在她的身边。而自从柯达来到了她的身边后，安娜的病情复发的频率也不那么频繁了，并且她的生活态度也更加积极向上了。安娜，你的病是不是已经痊愈了呀？最近看你的气色非常好，而且你的性格也开朗了许多。这全是柯达的功劳。柯达真是神奇啊，他竟然能够帮你控制住病情。我这病啊，只有遇到紧张的事情或者受到刺激才会复发，而柯达来到我身边后处处照顾我，他就像是我的亲人一样。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帮我，在我不高兴的时候他会逗我开心，所以我身体疾病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我真的很感谢柯达能够来到我的生活里。哎呀，你们看，柯达睡着了。这个家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把他叫起来吧。不要打扰他，让他休息一下吧。只有我在开心笑着和休息的时候，他才会有自己休闲的时光，就像现在这样。柯达，你休息吧，我在这里呢，我在这里和朋友聊天呢。安娜和柯达都是幸运的，安娜有了柯达的陪伴后，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并且她的生活态度也越来越乐观。柯达也是在遇到安娜后有了自己的新家，更有了一个爱她的主人。当主人想要看报纸的时候，我会帮他把报纸拿过来。主人回家的时候，我会帮他取来拖鞋。可是现在主人病了，我也可以帮助他控制病情了。